我是小佳，喜欢分享美容美发保养大小事。近来天气炎热，温度持续升高，皮肤容易出油，我的皮肤又油又干，还长了痘痘，痘痘在这里，柳燕老师该怎么办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柳燕老师。夏天一到呢，很多人都有长痘的困扰，怎么样在炎炎夏日还可以让肌肤保持水嫩透亮呢？美丽的秘诀就在于呢，连小细节都要照顾周全哦，这样才可以让肌肤维持在最佳状态。第一步，彻底清洁。针对脸部容易出油的人来说呢，温和有效的清洁脸部肌肤是做好控油保养的第一步，脸洗干净了，保养品才能有效被吸收哦。 O2 三效洗卸慕斯，锵锵，清洁、保湿还有卸妆一次完成哦。成分温和，一点也不刺激，连没化妆的人也可以安心使用。超细致的氧气弹力泡泡，代谢角质，让你脸部持续保湿度，清洁同时保湿哦。哇哦，清洁后水嫩的肌肤，赞赞。嗨。第二步，有效焕肤。针对已经有状况的皮肤呢，建议可以选择添加有效焕肤的成分的产品，不要涂抹不明成分的产品哦，才不会造成毛囊堵塞，肌肤再次发炎。花乳酸焕肤精粹，完美分子黄金比例，独创有效的维酸焕肤，将用花乳酸解决肌肤的各种问题，萃取苹果酸、柠檬酸等焕肤精华，针对呢肤质还有气候形态的黄金比例调和而成，极具亲肤性，温和的最好。哇哦，肌肤有没有更加的水嫩呢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第三步，修复受损，可以依据个人肤质选择适合的修复产品，建议使用清爽好吸收，可以给予肌肤足够的滋润度，又不会造成肌肤多余负担，让肌肤恢复到健康的油水平衡状态。嗨， Opera 修复亮白生物纤维面膜，选用顶级厚度的生物纤维面膜，强力修复肌肤，恢复肌肤的亮白度，锵锵锵，无香料、无酒精、无色素，亮白修复肌肤，无低包覆、零死角，补充肌肤流失的营养，从源头改善肌肤问题，舒缓肌肤干燥，对抗老化，而且呢，给肌肤深层的滋润度，重现肌肤活力，恢复光彩。使用后，痘痘、粉刺、黑斑大量的减少，还我漂漂的肌肤，耶！